哦，有股风吹过来了，我汗毛都立起来了，真的很恐怖哦。哦，背后发凉哦。啊，你看这个门呢？你看这个门，太恐怖了！这个门，这个门太……喂！刚这门是不是打开的？刚这门是不是打开的？哦，这门怎么会这样？看到没有，家人们，你们看到没有，家人们？天，很恐怖哎！家人们，快点刷起来666，刷起来666，我继续往前冲啊！哦，一会儿，哦，有冷风哎，有凉风吹进来了哦，感受到没有？有凉风哦，好恐怖！哎，你看这温瓶，你看这温瓶是怎么回事？天菩萨，这是要黑死我！菩萨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？什么东西？那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刚这边在动，刚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天好黑人哦！天太黑人了，真的太恐怖了。这个地方我都不敢来了。这桌子真的成精了哦！这桌子怎么会成精？这桌子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继续啊！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哎，不行了，我还是不适合作家了。我都不知道。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不笑的。专业哦，人家很专业，人家很专业，人家很专业。我马姐更专业，我们的马姐更专业。几公分？你很会跳哦，几公分？会跳哦。然后反正就是今天这个节目呢，就暂时告一段落啊。这个东西是怎么说呢？我跟马姐在这个地方，今天去弄这个节目呢，就是想跟大家说哈，像我们这种探主播你看我的视频，你看我的视频，或者说你看我的直播，都要带着自己的想法去看，你不要去那个啦，你不要去别人说啥说什么。主播是啥，说啥就是啥。因为这现场环境你不在，你作为一个观众你不在，你不存在一个情况下，你是很难去辨别，就是说他当时这个情况。像我的话，我是不适合去作假，我作假不了。你看我刚刚就在那笑场那笑几次，我不是专业演员哈，我也不会搞这些东西。然后去，真的就是要带着自己的一个自主想法去看待这些东西，而且再说啊。我之前拍了很多期片子，然后还有我主要想说的是这个问题，我拍很多期片子，你们有见过就是说像今天这么诡诈的吗？
今天这个桌子都快飞起来了，我本来说是打算让那个桌子飞起来的，然后后面要用很多鱼线，然后我就嫌麻烦了，今天天气又很冷嘛，把酒待不住了。如果有空的话，我跟你们说，下一期，你们还要看续集，我就慢慢给你们整一些这样子的活，搞笑一下。那个本来说是今天我要让一个桌子飞起来的，本来说是我今天要让一个桌子飞起来，啊，就是达到所谓的那种，哎，你看到它，然后马上转身就跑那种感觉。啊，就像刚刚有，我刚在弄的时候，然后直播间小伙伴就说：“哎，赶紧转身跑，直播快跑！”就那种感觉。但是我做不出来啊，我做不出来啊，做不出那种效果来。所以说呢，带自己想法去看这些东西，不要盲目的去信啊，不要盲目的去信那些主播啊。其实怎么说呢，超自然现象并没有这么。大条了，超自然现象并不会有这么大条的事情发生了，就是光有个门给你关上都已经很大的一个动静了，更不可能就是说，哎，什么玩意儿，那个桌子给你飞起来呀、啊，那啥玩意儿给你飞起来啊，那种，那怎么可能？不可能。所以说，今天给你们开这直播的一个意义就在于这个地方，所以说。鱼线可以做任何事情，你看今天我搞了，本来搞200米，然后就刚刚这些道具，然后就用掉，至少20-30米嘛，这个算是铺的比较简单的，就用的比较简单的，就20-30米嘛，20-30米的话，我就已经操纵了一个温水瓶，一个椅子，然后一张桌子，甚至还有个悬空拖把，然后还有一个那个。哦，还差一个木板呢、啊，最后那个地方那个木板呢、啊嗯，那个木板、嗯，然后你看我用这几十米的线，然后就操纵这么多东西，所以说，懂的都懂哈、啊，我多的我就不说了啊。今天直播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如果没看到的话呢，我也会出这期视频，然后给你们看，啊，就是说这怎么做的，怎么做到的。还有什么想说的没？好吗？我没啥想说的。就针对刚刚这个事情，你觉得是怎么样的想法？我觉得，有些视频看看就好，你不必当真。就真的，你看一下就好了，你别觉得，哎呀，这个现象，很让人吃惊啊，很让人恐惧啊。还有些东西 PS 也可以完成的，所以看看就好了，就不必当真啊。有很多东西，哎，其实不只是这些东西，还有一些所谓的那些纪录片，有的一些纪录片都是后置做了一些东西的。就 PS 是万能的，这句话。